晨光天地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黎泽光牧师，今天很高兴访问 Doris 张淑君博士。你好吗 Doris？ 我好好啊，各位听众你们好。是你好，请问你现在你的博士是什么专科来的呢？是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咁可唔可以讲一讲首先你信耶稣嘅过程俾我哋嘅听众听呢？好，当然可以。咁其实呢嗰个过程都几有趣嘅。咁係我小学嘅我幼稚园嘅时候就係读一个佛教嘅幼稚园啦。咁当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呢，就入咗间天主教嘅学校。咁个老师就有一日去上圣经堂嘅时候同我哋讲话，神係唔鍾意我哋信其他嘅所谓嘅神啊佛啊嘅嘢嘅。咁然之后以我六岁嘅逻辑呢，我就觉得咁佛呢就唔介意我信乜嘢㗎，咁但係神又会介意喎，咁我就应该信神好啲啦，咁样，咁我就咁样决定咗啦，咁就一路就跟随住耶稣啦，咁到中学嘅时候咧，就去咗基督教嘅学校，咁所以咧就转咗信基督教啦。咁一路以嚟咧，细个嘅时候又唔俾出街啦，咁就冇翻教会或者乜嘢啦。咁但系我啲朋友或者老师咧都好好嘅，不断会邀请我翻下团契啊，即系长大咗嘅时候亦都会翻邀请我翻教会咁样咯。哦，好感谢主，你这么小个已经能够知道要信一位真神。那你是几时来美国读书的？我是大学的时候就过了来美国了。咁然之后呢就开始了读心理学。哦，是。那现在你在哪一家大学是做这个心理学的工作啊？我而家喺Binghamton University 里面就做一个叫做 Care Team 里面嘅工作啦。咁喺入边咧，我就系做依个个案嘅辅导员啦，同埋咧就做一个受害者嘅倡导员咁样嘅。系乜嘢令到你系有呢个兴趣嚟到读呢个嘅心理学嘅咧？其实是好得意嘅，即係我以前初呢就喺香港嘅时候就个个都係觉得你读到书就梗係读 business 啦，因为搵钱啦嘛。咁但係呢后来读咗第一堂心理学之后呢，就觉得好有趣，咁就觉得好想去用呢个方式去帮人囉。咁所以就揀咗心理学啦。係。咁你读呢个嘅博士課程嘅时候呢，有冇遇到咩嘅阻滞呢？哦，有啊！当时其实有好大嘅阻滞咧，就系喺我差唔多做我个毕业论文嘅 defense 嘅时候咧，咁一个月之前，突然间我七月嘅时候就应该系做呢一个毕业论文嘅报告啦，咁然之后就睇下啲老师决定点啊，咁就睇你毕唔毕到业就系呢个噶啦。咁喺六月嘅时候，我系收到一个其中一位老师咧，就同我讲话，我份嘢唔得咁样，因为佢系唔系发展心理学嘅，佢系第二个部门嘅老师嚟嘅，咁佢哋嘅要求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佢就觉得唔得。咁当时咧都系好惊嘅，因为咧已经花咗好多时间去读呢个课程啦，咁但系差少少就毕业，咁但系突然间就好似冇得毕业咁样，咁咁一聽到嘅時候真係好擔心啦。咁但係咁啱呢，喺即係神係好有真有活嘅神，真係好好啊。係我同咗兩位姊妹傾咗電話，有一個呢就係我主動打俾佢同佢講啦。咁另一個仲神奇啲呢，係佢好少打俾我嘅。但係佢話俾我聽呢，之前嗰個禮拜呢，佢就聽到一個講道呢，好想同我分享。咁然之後呢，佢就打咗電話同我講咗。咁我聽完佢哋講之後呢，亦都醒返起呢，喺嗰個年頭嘅時候，其實我係同神奇嗰個討嘅，就話俾神聽話，我愿意行你愿意我行的路啦，即是你要我怎样带我不紧要的，你告诉我听就得的啦，那我会行这样。那我就觉得即是跟他们谈完还有想起这个祷告之后，就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大一件事，即是我毕不毕到业或者我将来的路是怎样，其实跟神去就 OK 的啦，那又应该没问题的啦，那就很释怀咯。那当时呢我是要
同學校裏面一個人咧問佢呢個問題嘅，可唔可以遲啲先畢業？咁但係嗰個人咧就係暑假放緊假，佢要八月先翻，而我係六月先收到呢個消息嘅。咁變咗中間兩個月嘅時間咧，我就繼續喺度即係繼續做呢個畢業論文啦。因為覺得即係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最後得唔得都好啦，咁睇神啦，我就唔再理啦咁樣。咁個心裏邊嘅平安係好神奇咯，即係當時都係有一個好平安嘅心智去繼續做呢、這個論文咯。咁样系你几时开始喺呢个嘅纽约州啊呢、这个宾汉顿大学里边啊做呢个嘅心理个案辅导员嘅工作咧？我就大概系四年半前啦，差唔多五年啦，其实都就即系开始呢个工作嘅。咁起初点解会去？做呢個工作咧，就係、是、因為我一上到嚟，即係一搬咗嚟，我原本喺 New York City 啦，跟住搬咗上嚟之後咧，好快脆咧喺呢度 locally 咧有個牧師，我哋翻開嗰個中文教會嘅牧師，佢就叫咗我哋去做呢、這個學校裡面個團契嘅輔導員咁樣，咁就好偶然嘅機會啦，因為我哋啱啱上到嚟嘅啫，其實咩都唔知嘅，咁跟住咧就被邀請咗，咁就傻更更咁就開始咗呢個工作啦。咁當時咧係同啲學生有好緊密嘅接觸啦，亦都覺得我哋好似即係我好容易可以同啲學生聯繫到啊，我好明白佢哋嘅諗法啦，又或者有陣時我講嘅嘢，佢哋都係覺得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好似向呢個方向走係好好咁樣啦。咁所以係即係好得意咯。咁我就入咗嚟做呢個工作咯。咁而到最後，我就覺得神其實係想我去服侍呢個教會，因為我去咗一個英文教會啦，幾年之前，咁就係啱啱我翻咗呢份工冇耐嘅時候，咁然之後我有一日咧，有一個人就過嚟同我講，有一位長老，佢就過嚟同我講，佢話你喺度讀書定做嘢㗎？咁樣，咁我就同佢講咗話，我喺嗰度做嘢㗎咁樣，咁佢就好開心，佢就同我講話係神係答應咗佢哋嘅禱告，因為佢哋係祈緊禱咧，好希望有一個人咧可以幫佢哋去外展去呢、這個學校裡面的學生啊，因為我哋有一個 team 咧，就專係負責國際學生的外展服務嘅。咁然之後咁啱佢就即係同我講嘢咯，咁我就識咗佢咁樣，咁就好開心都參加咗佢哋呢個侍奉咯。咁樣喺呢個嘅賓夕頓大學裏邊啲大學生心理同埋精神上佢哋有時係。有咩嘅病需要嚟到辅导嘅咧？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嘛？可以啊，其实我哋做嘅 range 就好大嘅，即系由佢哋只系初嚟到人生路不熟啦，又觉得好挂住屋企啦，到话佢哋真系有自杀倾向啊，突然间系控制唔到自己啊，好想自杀都会有，咁啊中间任何嘅。即係一方面都會有噶啦，咁我哋就係、是、即係個案處理啦，咁就着重呢一方面啦，咁就唔係做 counseling 嗰方面嘅，咁但係咧都係見到呢啲嘅時候，我哋都係要俾啲支持啲學生啦，或者同佢哋傾偈啊，同佢哋去建立一啲嘅計劃，睇下點樣可以完成到嗰個學期啊，又或者係咪應該翻屋企先啊咁樣嘅。是那些学生在这个患病的期间你最常见的在他们能不能够照顾自己呢，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即是需要家人的帮助呢？都会需要的，即是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那有一些学生呢，尤其是有些国际的学生呢，他们很抗拒去讲给他们家人听的。因为始终呢是有嗰、那個感覺上就話話你有精神病，好似好驚嘅一樣嘢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呢、這個精神病係好普遍嘅。喺普通嘅社會裏面咧，四個人裏面有一個人咧喺美國咧就係、是有即係精神嘅困擾嘅。咁而學生裏面咧就係、是、五個人當中都有一個。咁其實你諗下，你啲同事啊，或者你讀嗰班啊，咁其實已經係。即係有一部分嘅人係有呢個掙扎嘅，咁所以係好普遍。但係咧，有某啲嘅國家嘅人咧就唔係咁明白啦。咁又或者係即係中國嘅家長啦，例如咁佢哋就未必係咁贊成，例如啲學生去
睇醫生啊，去食藥啊咁樣等等嘅。咁我哋咧都會係同啲家長去傾呢一樣嘢，等佢哋明白呢啲病多一啲咁樣咯。係，咁最常見嘅學生嘅精神或者心理嘅病係包括咗邊種病咧？最常見嘅咧，通常就係憂慮症啦，同埋呢個抑鬱症。咁憂慮嘅時候咧，對佢哋其實好大影響嘅，因為佢哋突然間咧會即係驚恐啦。咁佢哋就會驚恐嘅時候，佢哋初初亦都未必會知道係發生咩事嘅，因為嗰個感覺咧就可能係好似心臟病發咁樣。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個驚恐症嘅發作嚟嘅。咁佢哋即係會唞唔到氣啦，會出汗啦，等等等等，有好多身體裡面嘅即係病徵會出現咗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常見嘅嘢啦。咁例如佢哋突然間去緊上堂嘅時候，突然間有驚恐症嘅時候，可能佢哋就去唔到上堂啦，或者佢哋要去睇醫生啦。因為好多時初初病發嘅時候，佢哋亦都會以為係身體有咩毛病咁樣嘅。咁而抑鬱症咧就都是很影響他們的，尤其是呢例如學生他們有些比較嚴重的呢，他們甚至是早上起床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來了，因為對他們來說呢去起床啊去做任何事呢是比我們普通人呢是難一百倍的，所以呢就都會是很大的掙扎咯。咁我自己亦都係試過有抑鬱症啦，以前咁我都好感恩嘅呢樣嘢，因為我唔係有咗好耐，好快醫好咗，但係咧就因為正正因為呢一個嘅經驗咧，就可以令到我更加可以同佢哋聯繫到啦，而佢哋亦都會覺得你真係明白我講緊乜嘢咁樣嘅。係你自己嘅經歷係點樣得到醫治嘅咧？當時就我生完 BB 啦，咁就有個抑鬱症啦。咁初初嘅時候，因為咧我同時間咧係全身出曬風爛啊，咁我就以為係身體上嘅毛病令到我好唔開心啦，又好困擾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去咗加拿大嗰度睇一個中醫。咁因為我睇西醫點都醫唔好啲風爛啦，因為佢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個先生就建議我去睇中醫啦。咁去到個中醫嗰度咧，咁就同佢講，咁佢就好好，佢好犀利。佢第一日咧已經係醫好咗我風爛啦，我就做咗針灸啦，同埋我就開始飲嗰啲中藥啦咁樣。咁佢就叫我，佢話你唔好星期日走人啦，你星期一咧再嚟睇到我一次啦咁樣。咁咧喺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基本上我係冇乜風爛嘅。咁但係咧，我個人仲係好唔開心啊。咁我就發現咗唔妥啦。咁我應該係有啲抑鬱啦咁樣。咁然之後星期一嘅時候，我就同醫生講啦。咁我就問佢，其實針灸可唔可以醫埋抑鬱咧咁樣？咁佢話可以嘅。咁我就做埋呢一個針灸嘅療程啦，就係做關於抑鬱嗰方面啦。咁係好神奇咧，就係我當時係12點鐘睇佢啦。咁然之後我翻到嚟屋企嘅時候，大概係下午嘅6點鐘到啦。咁當時咧，我好記得係一開嗰個車房門嘅時候，我再問下我自己我個感受係點咧？我就由有抑鬱嘅時候，好似見到一片黑暗，到係真係見到一個光明嘅出路啦。即係就係發覺自己開始冇事。咁其實係過咗嗰一日之後咧，已經好咗六七成啊，所以係好神奇咯。咁然之後咧就一路就好啦。咁我亦都有啲朋友或者見到有啲學生咧，佢哋未必係中國人啦，或者佢哋係未必即係信針灸啦，或者驚啦。咁佢哋咧食西藥咧，其實都係可以去好翻嘅。有好多人有個誤解啊，以為即係一食就要食一世啊咁樣，其實唔係咁樣嘅。咁同埋有一啲人咧，就因為例如中國人啦，我哋好怕去食藥啦，咁可能食咗好短時間咧，就即刻自己停藥。咁呢個咧就係唔好嘅，因為佢係喺度幫你個腦嗰度咧重新去組織過你個腦入邊嘅嘢啦，或者係即係整緊你腦入邊嘅嘢啦。咁你突然間係停咗咁樣，咁可能咧個情況會仲差過以前嘅。所以咧，如果即係會嘗試食藥嘅朋友咧，就記住
会一定要系去同医生讲，然之后慢慢去减药，咁然之后慢慢系停药咁样咯。咁通常呢个时间咧，起码都要半年至一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咧，你如果揾啱嗰只药嘅话咧，系会好快可以得到医治嘅。即系但系咧就要有啲耐性啦，因为初初嘅时候可能个医生都要同你拣下边一只药系啱你，或者个份量系几多，慢慢去调节。咁所以同医生嗰个沟通系好重要咯。系。咁至於學生嘅家人咧，佢哋對呢個學生有冇嘅可以幫助咧？如果係患咗呢個嘅心理上或者精神上嘅病嘅時候，咁最緊要係支持佢哋啦。就算你唔係真係明白曬100%佢哋發生咩事都好，但係你可以起碼可以喺佢哋身邊，可以去支持佢哋。咁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尤其是咧，如果即係子女係或者係朋友啊或者家人係有抑鬱症嘅時候咧，亦都唔好太過。擔心咧，話如果佢哋萬一真係有呢個自殺傾向嘅時候，真係如果要去揾警察嘅幫助，就真係要揾警察嘅幫助。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你寧願係救翻佢哋，然之後佢哋嬲你一件事，慢慢再去建立翻個關係一件事，但係佢哋嘅性命係仲更加緊要咯。咁同埋當然啦，即係幫佢哋祈禱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啦，好大嘅幫助咯。是很紧要心灵上的健康，甚至乎在这个圣经里面箴言第五章二十三节有一句说话这样讲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见到心灵上的健康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信耶稣是有平安，信耶稣也都加添人的信心。所以我哋见到今日藉着访问阿 Doris， 俾我哋见到佢自己嘅经历，佢都曾经系患过呢个嘅忧郁症，但好感谢天父俾佢能够系走出呢个嘅黑洞呢个阴影，俾佢亦都能够今日喺呢个学校里边大学嚟到侍奉，帮助呢啲嘅大学生。我哋好感谢 Doris 接受访问，多谢阿 Doris 先啊。咁我做祷告之后就结束。慈爱嘅天父，感谢耶稣基督将平安、将生命俾过每一个信靠佢嘅人。我哋感谢耶稣基督系俾我哋能够有一个喜乐嘅心嚟到过每天嘅生活。我哋喺世上，我哋会有各样嘅重担，我哋生活会有压力。但在耶稣里面，你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有圣经话语的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都藉着你我们能够去到父神那里。感谢你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能够有这个的神你的恩典，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今天给我们能够访问到 Doris，愿我们的听众和他们的家人都能够在心心灵上面得到这个平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何祝福一生再过，未见晴朗，我又跌宕过几多？谁料就是在我无言沉问上帝可一次，神未有一刻
但心可得靠意，谁料就是在我走作舞作步于三片时，如春如歌，秋天甘霖，如一首诗，改写心里日志。手中，原来每滴眼泪一一都细数，如何痛着爱着错着过一天一天，原来恩典永不变，前途早有你预见，为我默默付上足。心不变挂牵，犹如大地傲过看天，终于骤雨点歌时，重新振翅穿梭星驰，晴天阴天光彩终会遇见，沿途有你为我改写心底困恼屈见，再踏我路沿途光天地线的听众，你们好，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改了时段，由星期六的晚上改成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半至到两点播出。神光天地线这个节目是由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奉献赞助播出的。如果你有感动支持这个福音节目，你可以发电邮至 tidtus@gmail.com。tidtus@gmail.com， 记住啦，我哋嘅新节目时间系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半至到两点钟，约定你噶啦。